是真耶稣民主、哦、好，接下来是梅花牧区陈秋平传道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哪来哦，哪来哦，大家好，感谢主。我现在很感很激动，而且很感动，并且也非常的紧张，心脏一直跳。三个不多，我三年了，好多长不多，你感谢我妈妈一定感谢的。所以感谢主耶稣。啊，感谢主耶稣基督啊。我们是来自于福建省长乐市，下面就是福建梅花牧区。你长乐啊，梅花牧区负责人会。我是第一下很难的照顾，所以我代表我们梅花牧区的所有的负责人会。那么代表各个好多，今天梅花很难的李奥子，好米格苏莫尔，在这里代表致谢。那么感谢好简单的。所以我们这一次能够组织来到台湾。是啊，你呢？好，你来好多啦，那好难的你台湾。首先，我们是感谢台湾总会。啥个看到你感谢好多受教育好多的你台湾。他们给我们这一趟旅程的安排。啥个哪有好多比都谢好多的好多那个好多名。所以我们从四号就开始，一直到今天。啥个十八号的哈尼尼好多那个好多名。我们走了11个教会。啊，我关于都好过米拉加的两个教会。所以我们一路走到今天。那个那路上打扮不打理，你不能干好。所以我们除了感谢总会以外，你感谢啊，好多收改好的。我们也感谢这一次我们的导游。啊，你感谢啊，这个美好都跟你在当演员。曾德明传道。你端了啊，点多下。还有沙西米夫妇。沙西米，他的那个马拉拉莫。以及。这一次一直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夫妇，啊，都要你把我们定了，好多辆啊，马拉拉莫的路上。所以感谢神。啊，你感谢好多高啊！小妹，现在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这十个人的名字。三个好的啊，还能不能你修改不带你来啊？马不多，可能带三个干。好，我叫一个，我们就起来一个啊。三个好，这个嘛，他们还有好的同龄人。那要不全部都上来？啊，你还有三个也蛮的。哈利路亚！好，从长子同工弟兄姐妹下面看上来，左边的这第一位就是三个字在。王宝坤传道。这个坤，这个的，你多谢。我们长乐有四个牧区。啊，斯巴代好过，不的不好多。他啊，只有那什么庙。他现在是注目一个堂口牧区。今天堂口好过了，比那个多啊。也是我们长乐最大的一个教堂。五十个个，哎，好十个个，哎，大堂啊，也要丢盖。好，再过来这一位，就是胡英英，姐妹。是英英，还能那个啥一个？她是我们梅花教会的。我叫我好的那梅花教会。好，再过来就是第三位秀荣姐妹。秀荣，啥地方的？那也是我们梅花负责人之一。我是第一下面的那梅花负责人。他是出纳。啊，我在我那个嘞。也是我们中间团契的机长。好，第四位。张明珍姐妹。吴尊啊，那个啥地方的？也是负责人之一，是负责宗教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下午收购 QV， 我们是今天干的没了。好，再过来。大家都是罗马沙豆。是陈秀燕姐妹。秀燕，大家好。她是梅花，也是梅花负责人，她是负责主牧。大家我收牧好过啊，你单独没有不答应的没了。好，再过来，这个是我们梅花牧区一个堂点实景的负责人，他是出纳。出纳，我理你。好，再过来。啊，刚才说的这个是董女金，董女金姐妹。董女金，那个人啥样的？好，再过来，这个是董丽金。董丽金。她是梅花牧区一个堂点，也是实景一个堂点的负责人。哦，是给你下面的那堂点，那个。啊，再过来，这个是陈水晶姐妹。
随经小林刚刚新卖的。但是我们梅花地区一个糖点的港嘴一个糖点的负责人。是林一香，阿布丁丁。好，最后这一位。谁不来到？也是我们梅花教会的负责人。我是林一香，有点梅花。他是会计。我财务会计。也负责那个宗教。我收票啊，这。他又是我们那个，就是。那个学校里的老师，我心下在那边听你看。好，感谢主。感谢多妈。好，再次敬礼。好嘞。好嘞。好，接下去介绍我自己本人。那你兄妹那么多，那么多阿弟了。我的名字就是陈秋平。陈秋平，我刚刚那么讲。我现在是住牧梅花牧区。今天梅花牧区，我们名单多安。刚才讲的那个第一位王宝坤。啊，如果说就翁定都好诶。小女就是他，小女就是他，湖中的湖，肉中的肉。啊，太累了，啊，太累了，我不行了，啊，太累了，好，感谢主。啊，感谢好多妈。所以我们来到台湾。是的，哎，赶紧带你台湾。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。是的，没有办法。人民在内，我们从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在读书时，我们就知道台湾宝岛非常好，所以再加上我们这一份的信仰，所以我们很想来台湾。所以真传道，沙西米夫妇，他们经常到我们那边。所以在前几年，还有那边的阿米赞，好多年前，啊，你的阿米比那阿米赞，他就一直跟我们讲，到台湾来，来你台湾，但我们一直都没有机会，啊，我上次好了几回，所以这次真的是感谢神，啊，你明白，特别感谢主啊，神让我们这个愿望，怎么样呢？人人好的实现了。我们去四号。坐飞机到桃园。我们一下飞机。心情就不一样了。真的，我们好高兴。这几天走下来。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。真的，我们想到。台湾教会真的非常的好。从硬件的设备到软件，从硬件到软体，所以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，真的都是非常的完善。特别我们所坐的椅子，在我们中国福建是没有的。各方面感情等等，还有弟兄姐妹的爱心，政府的侍奉，真的是山美水美。弟兄姐妹更美，但我们的歌声真的是更美更美。真的在你们面前，我们都唱不出来，实在真的令我们非常的感动，让我们感受到在主里一家亲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真好。所以今天又在这个成功教会，我们看到那么多弟兄姐妹长子传道，那样子在教堂门口，那样子的热情，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感动。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给的，
多不可以，透过因为有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才有这个机会。对了，神让我们的机会我们的呢，看到台湾教会，我们能够就跟到台湾，真的是世界传道的大本营。这个好诶，我得到我刚好咯，哦，让我很好珍惜个。世界福音的开拓，这个好我让个当好了福音，还能来阿弥巴得的。真的都是以台湾这边出去，那你去，哎，以台湾好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你听听阿弥陀佛好。所以今晚再有一次这样子的机会，那个也好，那这个机会也好，让我们在这里，这个一定要做好革命。让我们大饱眼福。这个完了，那个在后路边后丢给。让我们这一次从大陆空空而来。这个后面慢慢搞，可以后不搞在另一边的后边那里给你带。慢慢后悔。他都后面，我都谁都安排给你一个包裹，改变不改变。把这里所有弟兄姐妹。今天后不，今天阿萨里大哥。对神的一种释放。今天大家后面带一点依靠啊。一种的爱心，爱好那么大，信心，信心那么大，带不去。大家感谢，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主耶稣的恩。我代表我们梅花牧区，代表那个好多梅花还能来啊聚会，传道同工，领导下好阿卡布，向成功教会，啊，领导好一辛苦聚会，长子传道，啊，进入入信中心，领导下，以及弟兄姐妹，啊，那个阿扎巴波罗。表现感谢，用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用一切的平安归给所有的弟兄姐妹。感谢主，感谢主妈妈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